魏王真好福气啊，一文一武两个女儿，令人称羡。京城之中盛传福大小姐聪慧过人，我今天领略到了。福家二女刘胜男子还打你呢，你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吧？姐姐姐姐姐姐，我来了。看看谁家的女孩子像你这般好动，你这次真的太胡闹了。我虽不会武，但却有自保的手段，兵不厌诈，你可愿赌服输？我可没啥都上两次的，就该找个的人管你才好。是不是放我下来？说晋王留我性命，国家从此愿与晋王联手。这是江少，是我专门请来的军师。看我的，小心！看你那个脸，我就生气。你们两个怎么会认识啊？记得你在京城有一位过命的朋友。恕我直言，殿下现在的处境十分微妙，还是权衡利弊。你跟爹打赌要救晋王，是因为喜欢他？我想要与陛下风雨同舟，白首不离。我终于知道什么是自由自在的滋味。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。生死之约，不见不散。